大家好，这里是花生这一家，我不是花生，我是土豆哦。好，今天来教大家玩一个东西，就是魔术方块哈。那魔术方块呢，其实它是一个有六个颜色的一种方形的东西哈。那今天来教大家最基本的魔术方块的第一层的教学哈。首先呢，我把魔术方块先打乱哈。好，先把它打乱掉。魔术方块呢，其实它是像是我们最早在做魔术方块的时候，其实它有点像盖房子一样哈。先做好第一面，然后再做好第一层哈。其实它魔术方块有三个层哦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六个面哈。我们先做好一面，然后再做好第一层，然后再翻过来以后呢，做好第二层，然后再做顶面，再做第三层哈。这个是魔术方块的流程哈。很早以前我们会觉得魔术方块好像是一面一面一面做的哈，其实魔术方块不是哦哈，魔术方块是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做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学魔术方块的话，首先你要先学会做一面哈。那一面呢，其实很简单哈，一面其实就是把所有的面的旁边的像白色好了，白色把所有的白色放到顶端来哈。这一面呢，中间这个颜色是不会改变的哈。中间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，未来这一面就是什么颜色哈。所以呢，你有看到六个面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哈。这个六个面的颜色都是固定的哈。这个是白色面，所以这未来一定是白色哈。中间是白色，未来一定是白色。这边是绿色哈，所以这一面未来是绿色面哦。这一面是红色，所以这未来是红色面。这未来这中间是蓝色，所以未来这个是蓝色面。这个是橘色，所以未来是橘色面哈。中心是固定的，所以它不会因为你转转转而跑掉。你仔细看哈，它都是固定的，所以是固定颜色。OK， 所以你就先判断第一个，先判断中心是什么颜色。中心是白色的，表示这一面是白色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来做一面加一层哈，第一层哈。那第一层怎么做呢？先看中心面，这个中心面是白色，这个中心面是橘色，所以这个中心面要白色跟橘色。OK， 我们先找一个白色跟橘色给它哈，来看这个，就是白色跟橘色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翻一个面，我们先看这个中心面，这是绿色，这个是橘，这个是白色，好，所以这一颗只有一种选择是绿色跟白色哈，所以我们找绿色跟白色，把它放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找一下下哦。好，在这里，我们把它移过来哦。好，移过来以后，你会发现它这一层跟第二层已经乱掉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对一下第二层。好，可以看到绿色跟白色哦，这里是橘色跟白色。好，我再翻到下一个面，是红色。这也是白色，所以这个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红色跟白色。那红色跟白色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好，我把它移上来。好，这时候三个就已经成型了哈。最后我们再对一次第二层哈。好，最后一个呢是蓝色跟白色，我们把蓝色跟白色对上来。好，对起来了。这时候呢，中心这个十字做好了哈。为什么要先做个这个十字呢？我们先把这几个颜色做归位。这个蓝色，你看，蓝色、橘色、绿色跟红色这四个颜色呢，它的顺序是固定的哈，一定是蓝色、橘色、绿色跟红色，这个是顺序是固定的哦，不管你怎么转。它们附近的颜色都是固定的哈。魔术方块其实是把，我们转魔术方块最早以为会是以为说，我们把颜色转到这一面来，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哈。魔术方块是要把它原本的颜色回到原本的地方去哈。这个地方原本是什么颜色，我们把它回到那个地方去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已经跟第二层的颜色已经做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红色。这个是蓝色，
这个是白色，哦，所以未来这一个一定要让它们连在一起的话呢，这个要是红色，这个要是蓝色，这个要是白色。好，所以我找一个红蓝红蓝白放在这一个，哦，你看这个现在放错了，所以它没有接在一起，有没有看到这是绿色跟红色，哦，所以它应该放在绿色跟红色的中间，哦，我们先把这一颗放过来，哦，好，放过来以后你看它就接在一起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放颗，这颗是白色、橘色跟蓝色，所以它应该出现在白色、橘色、蓝色的中间。我们把这颗移上来。好，这颗又坐上来了哈。剩下两颗，两颗是什么颜色呢？我们看一下哈，一颗是白色、红色、蓝色，所以它应该出现在蓝色跟红色的中间，哦，我们把它移到这边去。好，做一颗是，橘色跟黄色跟白色，哦，我们先把它放上来。好，你会发现说这样一层顶部就做好了，接下来第一层也做好了，哦，这个就是第一层的做法，不需要背公式，但是你要判断，哦，重新来一次要怎么判断呢？第一个先判断中心点的颜色，白色点就是未来这一面一定是白色，橘色的中心表示未来这一个是一定是橘色，绿色点的话表示未来这一面是绿色，红色点表示这一面未来是红色，蓝色点未来这一面是蓝色，所以呢先做中心的十字，把白色跟旁边的颜色的对称的颜色先做出来，因为它们的顺序是固定的，蓝色、橘色、绿色跟红色，哦，所以这旁边的颜色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们这十字也要做固定的颜色，哦，白、蓝、白、橘、白、绿、白、红，做出来以后呢，剩下的问题是这四颗，我们再把相对颜色的颜色放到这个上面去，这一颗就是要放在蓝色跟橘色跟白色，哦，蓝橘蓝蓝色橘蓝色橘色白色白蓝橘，有没有？这颗是白蓝橘，这一面呢就是橘色绿色跟白色白橘绿，好，这一颗绿色红色跟白色，所以是白绿红，再下一颗白色红色跟蓝色白绿蓝，所以做好以后呢，把它做上来以后呢，第一层就做好了，第一面也做好了，你看这时候呢我们魔术方块总共有三个层，我们现在做好的底面加一层，哦，所以这个这样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做好了初步的魔术方块。好，那首先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先记得先做十字，再做四个边角，放上去以后呢，它就会做成这样子，哦，那这时候你会看到三个 T， 一个 T 字形，你们看到 T 字形，因为这个一定会接成一条线嘛，哦，这边有个点，哦，一定会成为一个 T 字形，这边也成为一个 T 字形，这边也成为一个 T 字形，这边也成为一个 T 字形，这时候呢就是把它翻过来准备做第二层了，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教底层加第一层，哦，第二层请等过两天我们会再有新的影片上传，你就可以学第二层哦，那先训练一下你自己，看一下底层加第一层哦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，你也可以留言说你哪里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听不懂，我再做多做解释哦。记得我不是花生，我是土豆哦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